宜兰罗东夜市内的罗东红豆汤圆是在地人朋友推荐的极品美食，营业60年来，菜单上只卖红豆汤圆这个品项，夏天多了清冰可加，均一价一碗40元，非常便宜。罗东红豆汤圆地址位在宜兰罗东镇中山路3段，靠近中正街这带，也就是所谓的罗东夜市，营业时间相当长。罗东红豆汤圆有提供内用座位，逛夜市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吃上一碗。民国102年时，任罗东镇长的林姿妙直接颁个全国最好吃红豆汤圆的匾额给罗东红豆汤圆。罗东红豆汤圆煮红豆汤，圆仔汤的炉子就摆在店门口，圆圆胖胖汤圆卖相十分疗愈。多年来店家一直都坚持自家制作，据说品质味道多年来都很稳定。红豆汤圆40元，红豆汤圆这类甜汤本身自然有一定甜度，还算是顺的，不会腻口死甜。不专业目测，一碗小汤圆超过20颗，几乎每一口都有汤圆可吃，真材实料卖40元，真是便宜。红豆汤圆冰40元，红豆汤圆夏天会多加了清冰的版本，可说是可遇不可求的隐藏版，使用的是古早味清冰，带有淡淡香蕉油香气，冰的汤圆口感会更 Q 弹，建议不要摆太久。红豆汤圆冰和热的红豆汤圆甜汤吃来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各有特色，就看当下想吃冰的还是热的再做选择即可。宜兰东门夜市美食鸡老爷咸水鸡，所以你家只要80元， CP 值超高，生食种配料任你选，其实每种加一点差不多就满了。价值感觉较高的是水煮蛋、鸡肝、猪耳朵、水莲，加满后老板娘会用要几号餐，小碗配菜加鸡腿，这样130元，非常划算。鸡肉有烟熏口味的，鸡腿和鸡胸价格一样，都是60元。虽然每种分量就是加一点，但可以吃到数十种料，觉得很值得。宜兰又有新的猫咪甜点店可以朝圣，宜兰绿武国际观光饭店于去年底打造最新猫咪甜点店噜鹰童噜啦啦 Sweets。目前有9只猫店长驻店，且都超亲人，旅客只要套上袜套就可以走进猫咪生活空间里撸猫，还能在此享受咖啡与甜点。撸 Sweets 猫咪甜点店接待柜台以粉色系为主，柜台可以点饮品甜点，也贩售造型逗猫棒、梳毛神器等。猫咪甜点店共分为4个餐期，分别为早上9:30至11点、早上11:30至中午1点、下午1:30至3点、下午3:30至5点，每场时间90分钟。每人入场低消为300元，入场时都会提供鞋套。虽然店内可撸猫，同时也能享用饮品、甜点，但禁止将食物食猫咪，也不建议随意将猫咪抱起。店内推荐必点饮品为女神巴斯特，以猫咪造型马铃糖搭配拿铁、连拉花，都是可爱猫掌。甜点则首推千层蛋糕，不管是浓郁巧克力或满满坚果香气的开心果，酸甜百香果口味千层蛋糕，再搭配猫掌造型马卡龙，就可以享受在众猫围绕下的咖啡时光。9只亲人的猫店长，包括曼赤肯、小布舞曲、英国长毛、英国短毛、吉米克斯等不同品种，平均年龄为5个月至6个月大，大部分都温和亲人，喜欢与人互动且活力十足。猫店长们也会自由游走在不同空间，有时躺在沙发或记忆垫上，有时又会窝在自己小窝中，甚至还会主动靠近清秀磨蹭，画面超疗愈。每一个餐期都会有喂食秀，以少量多餐方式让们进食，甚至在店内还隐藏一个通道，直通旅客看不到的猫砂，让猫咪们能在自己隐私下如厕。宜兰绿武国际观光饭店即日起至6月底为止，也推出 Lu Sweets 森友会1泊20住房专案，4人入住平均每人只要2897起，含叠5咖啡厅早餐。 Lu Sweets 猫咪甜点店的甜点与饮品，还有鬼灭之刃 cosplay 或经典浴衣服饰体验2选1、萌宠牧草 DIY 体验等。黑宅咖啡 Black House 独特又有个性的造型，加上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中，全黑色的建筑，因不能预约用餐，不限时间，建议早点抵达才可挑选喜爱的座位，自行开车 Google 导航输黑宅 Black House 即可到达，一旁路边都可以免费停车，正面的感觉还蛮像仓库的，但侧边的设计多了点变化，也增加了光，很有设计的风格，非常好拍，内部的陈设也很精彩，
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套餐，套餐中的饮料有二小杯耶，很特别的设计。这杯拿铁以宜兰的价钱而论，价格偏高，但蛮香醇顺口的。黑宅咖啡 Black House 的餐点品质和用餐环境气氛非常好，户外有个秋千，记得穿得美美的去拍照。